美国和泰国军队2月14日加入2013年金色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，这是亚洲举办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，包括日本、印尼、韩国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，共有7个国家加入。今年还邀请包括缅甸在内的一些观察国参与人道任务。俄罗斯紧急事务部发布声明说，一颗太空陨石今天上午划过俄罗斯乌拉山区上空，陨石的碎片掉落在车里亚宾斯克地区，引起尖锐的爆炸声响，行动电话通讯也宣告中断。目前传出已经有500人受伤。小行星2012 DA14 撞击威力达到日本广岛原爆的1000倍，明天将和地球擦身而过，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接近地球的一枚小行星。这枚小行星在16日凌晨3:24最接近地球。美国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于官网发表声明，将召回全球37万辆客货车和运动型多功能车，因该款车辆的后轴可能意外锁死而导致车辆失控的风险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